是防守。今天老吴的考验应该蛮大的。苏伟抛投，球弹两下没进，但是路易斯要持球，两家要推快攻，感觉会比较辛苦。老吴，好收球之后到禁区抛进两分，压力相对就是没有这么大了。哎呀，这个球一样啊，又是 pick and roll。曼卡洛有一个 mismatch 机会，后面不敢协防了。最近的四个 field goal 里面有三个是三分球，但是却没有人守苏伟，但是他投一个 elbow。我现在脸好肿啊！听到奎哥的呼喊了，马上拿分数！哎呦，哎呦呦，这个传球直接砸在苏伟的脚上出界了。这个奥迪在 hand off 的时候提前把球给抛了出去啊，不小心就砸到了苏伟的脚。想家在第二波暂停回来之后，真的是打了一波国王不要不要的啊！苏伟的球还以啊，最后还是差一点啊。前以来得分最高的第一节哦，解套前五被阿伟干火锅，阿伟振作，龙后送出去，林苏伟的三分球有，防守之后的 extra pass 都做得很好，没错，哇，林苏伟来个插板进，第二节苏。好，看到前一个 pick 之后的后撤步在变速抛投，哦，这是苏伟突然间中距离急停，没有。苏伟也把节奏带得相当快，哨音响的同时计算加法。哇，林苏伟打一个无家就立足位稳，马上快攻得分啊！一个左换手右换手拉人之后的 N1 得分，注入一些攻守的能量。双方可能各有两次的攻击机会，林俊杰回到场上之后，这个中距离的跳投进，打的都比较勉强。好，陈振杰在奥迪面前来一个冷箭，来到场上，真的要让苏豪休息一下。苏伟三分线外的出手被拨一下没进，苏伟再给小胖，小胖切入，哎，发生失误了。对方三打一的机会，陈振杰右边的上篮进。说梦想家在前面的六分钟没有得分啊，国王队只投进了两记三分球而已啊。对，也就是代表说，路易斯去被盖锅，钱肯尼再拿到，假动作起身游。国王队还有一分领先。苏伟背后运球，阿吉在干扰他，苏伟送到奥迪的手上，埋伏在空的。最后生物啊，在沙发上看球的领航员失眠豆腐第二天洗就快要结束了。好，最后一秒钟交给三分线外的林苏伟。